我喜欢大地色系衣服，再戴个帽子。因为上学要带很多书，我会背个厚背包，穿素 T 跟卡其裤，也会戴个帽子。鞋子则是看当天的心情来搭配。我喜欢穿背心，不然就是运动品牌的衣服，因为我喜欢户外运动，这样穿比较舒服。没事的时候，我喜欢喝杯咖啡。夏天就是要吃冰啊，我下课后都会买支冰吃。为了维持身材，吃鸡胸肉和沙拉之类的低碳饮食。我喜欢看书，科幻小说或侦探小说都喜欢。我喜欢玩手游，走到哪都可以玩。我喜欢运动，重训或是有氧我都会做。适时去角质才能避免痘痘跟粉刺一直冒，所以我会使用理毛孔去角质泥，减少毛孔粗大跟皮肤粗糙的状况，会让保养品更好吸收。我的皮肤会这么好，都是因为我用这个，它可以当作面膜厚敷，有效清洁毛孔跟管理老废角质，也可以沾水起泡后当洗面乳使用。因为我经常满脸油光，用了这个之后就可以有效的管理肤质了，我觉得很不错。洗脸我讲求效率，我都用 Black Monster All in One 洗面乳，丰富的泡沫可以清理毛孔深处的老废物，也可以同时刮胡。洗后有清凉感，皮肤也持续保湿。我喜欢有想法的女生，然后对适合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坚持。我喜欢可爱甜美型的女生，笑起来很甜的话，容易打动我的心。我喜欢会运动的阳光女孩，因为我想跟她一起运动。